大家估下我喺度做紧咩咧？我喺酒店嘅 ballroom 入面咧睇紧戏啊！呢个特别体验是酒店6月推出的最新住宿计划，入住期间可以在宴会厅特设的双人床上面看这个精选电影。咁到底宴会厅入面看戏清不清楚呢？实施之后，无论是哪张床都看得很清楚。入场前先有免费的小食和饮品一杯。够后的话，开场之后还可以叫其他小食。住宿套餐当然要看埋酒店房啦，最基本的房型是 Superior。Superior 房型已经不错了，但如果想看到180度的旺角市景，可以考虑补多餐的200元起入住这个逍遥房型的。这个套餐还包括第二天的半自助早餐。入住期间，每间房都会有300元的 SPA 消费额。在酒店、餐厅、酒吧用餐的话，还有7折的优惠。酒吧有 bespoke 的服务，由 bartender 帮你度身订做 cocktail。这个就是我的 Sakura Freeze 啦，不知道是什么味呢？其实呢杯呢就是有少少甜味的，但是它就不会很甜，所以会令我继续想追下去喝的。还有淡淡的花香，很有少女 feel。